它的安全性让我觉得很放心。嗯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大品牌，然后还蛮有服务品质的，一提上去就没什么啊，冷洗巾很稳啊。觉得最喜欢的功能就是 ABS， 算是在台湾做 ABS 系统的领头羊。跟同级车的 ABS 比较起来的话， PGO 的 ABS 更显得稳定。要装 ABS 跟 CBS 之类的东西，就是要刹车系统安全性方面要选择比较好的。有时候我们骑四五十，路边突然是有人闯红灯冲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什么专业车手还是什么前七后三那样的刹车，我们就只能急刹。然后整台车的稳定度又让我觉得非常满意，轻巧操控性都还不错，然后外加它还有 ABS，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急刹的时候四五十还是有可能会出现打滑的状况，就算是下雨天也是成功的刹下来。它算是第一台在小型的速可达上面引进就是一个 ABS 的系统，是因为我们使用过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可以很放心的一个系统，安全性上面来讲是对消费者是最大的考量，所以蛮喜欢的。ABS 是一个在骑乘上算是最好的好朋友吧。